假期间众所瞩目的曼博展。那我今天来到曼博展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介绍一件非常厉害的作品，你们一定也会惊艳，就是我旁边这只超级厉害的金刚王。那在介绍这只的同时间呢，我们邀请一位工作人员一起来跟我们介绍，我们欢迎他。Hello， 大家好，我是柔柔。刚来的时候就有非常多人啊在询问这件作品，高度的大概是62公分左右，就跟之前的那一只科普文差不多的高度。在外观上面呢，我觉得更加的细致。然后还有它有这个做旧的形状，因为我看到的是它的那种旧化效果做的超级漂亮。对，你看有点像有点小生锈的感觉，就非常写实。可以看一下这边也是有那个毛流感，然后加上它还有它做一些伤痕。真的很厉害，他的肩膀也是，哎，都有做出那种很大的伤痕的感觉。那你看，重点是哦，他这个五指都是可动式的，但是可以替换，可以替换成装甲形态的。哦，它的后面我觉得很酷，它的脊椎啊都是可以看到一些机械结构。还有你看它的后面，它的液压感哎，是那种金属的材质，超级写实的。看一下它这边有个青苔，有没有？有个青苔的感觉，就是模拟它在野外生存的时候。不可能是完全干净的，所以会有青苔跟生锈，这部分他们都做得非常完美，超级酷的。好，这边看一下，我们这边还有副可替换式的头，来看一下，然后它都是用磁吸式的，这是一般形态。好，这边就是愤怒的暴走形态。那我们看一下这边，它还有个灯光效果。那按钮这边是变形金刚的 logo。那我觉得很酷的地方是。来看一下它的胸口，这边有个按钮，按下去会呼吸，它会变呼吸的样子。对，是一般呼吸。来，再按一下，急促呼吸。对，它有两种呼吸的模式。那我觉得最酷的一点是，它这个按钮按下去是会有喷雾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展场不方便会做那个水烟，而且我觉得它这种展示出来就非常有临场感，好像在森林里面。金刚王他要出现那种场景，对，他的小设计也是，真的很酷哎！在金刚王旁边也有展示出来，第一次呢在曼博版大家所看到的这件非常厉害的科博文，它高度呢也差不多62公分左右，头部连接脖子的地方呢它是有联动式的效果，然后往下看呢，我们先看到它的手部，它的手部呢在弯曲的时候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联动效果，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它的下手臂这个地方。它的这个线啊，它是也有联动的，超级屌的，而且啊，它整个外装甲呢都是可以拆卸下来的。它幅度好大哦。那在腰部这个地方啊，除了说有非常明显的机械结构之外呢，它在左右摆动的同时呢，它这两边啊也有非常明显的可动，超级厉害的。而且这件作品呢，它的灵魂是在哪里？它的胸口这个，它后面呢是有一个机关，你把它拉开来的时候呢，这个机关呢它会收进去，然后再转一下的时候呢，这两个门呢是会合上的，是不是超级酷的？这个我真的觉得超级酷的。那它在转动的同时间呢，它两边啊的那个零件啊也会跟着转动，我觉得超屌的。可以看到它的头部啊，还有它的胸口啊，都是有发光的，它是透过这个。变形金刚的这一块呢，它是采用磁吸式的，这个地方呢也是呢，靠近一下呢，它就会关起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手指的地方呢，就跟刚刚金刚王一样，全部都是采用五指可动手。然后往下呢，可以看到啊，它的腿部啊，非常多的细节构造，包含说、啊、大腿内侧的机械结构，还有说它的液压感。而且啊，老板刚刚展示给我看的，它只在弯曲的同时间呢，它是有联动效果的，连它的那。连他脚的地方啊，左右摆动啊，也都非常的帅。我跟你们说，我超级喜欢他的地方，就是在他的这把大枪。他这把大枪，老板刚刚有展示给我看啊，除了说一样是透过这个面板，靠近他呢，他就有灯光效果之外，最酷的地方就是什么？他这个地方，他是有那种雷射瞄准器的。你们是不是觉得也超级酷了？他在可动的同时间呢，他的雷射瞄准器呢是可以对准东西的，红外线是可以对准的。我觉得超级屌，这件作品大家一定要亲眼来这个地方欣赏。刚刚呢跟大家介绍完这么厉害的科博文，你们是不是也心动了？而且我跟你们讲个好消息，在会场的时候有出一个限量版本的暗黑科博文呢，而且呢它是台湾区限定，名额只有10位哦。会场限定的价格呢就只要77000元，我刚刚还
还原本还以为这个价格呢会太高，但是呢，经过老板跟我说呢，他哪些地方可以好玩，哪些地方可以展示，我就觉得这个钱真的花了超级值得的。在这个地方呢，也有展示出来我之前有在影片里面跟大家分享过的，孩之宝授权 Yole Park 所推出来的预组装模型，就是这三只大黄蜂、金刚王还有柯博文。那这三件作品呢，他们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除了说它的价格非常便宜之外呢，它又是非常容易组装的，再呢就是呢它的可玩性很高。展览当中啊，他们还有优惠价，就是这三件作品啊只要2700元内，超级划算的，一件作品才900块，你就可以直接拿来把玩。但是呢有一点啊，就有蛮多观众啊都有说呢，他们没有附上武装，大家不用担心，因为Yole Park呢已经帮大家想好了，他会在下一次所推出来的作品当中就把这三件作品的武装呢都附在里面。那他在这个地方呢也有展示出来下一次的作品，有这只犀牛。虽然说呢这一次在展览当中啊，它是以白模的方式来去做展现，但是呢可以看到它满满的细节哦，它的装甲就非常的厚重，在一些细节的地方看到它的满满的结构。再就是这一只，虽然说它是坏人瘟疫，但是我很喜欢它，因为它的细节满满，它的头发啊，它的面具，还有它的爪子，我觉得最酷的地方呢，就是在它的膝关节，它是用轮子的方式来去做一个呈现。这个黄蜂呢，虽然说呢它的体型上面比较小，但是呢它直接把武装给做出来了。刚跟大家分享完了孩之宝授权给 Yole Park 所推出来的大黄蜂、金刚王还有柯博文，那那个系列呢，通通呢都叫 AMK 系列。AMK 系列呢，他们也即将要推出来的 AMK Pro 系列。AMK Pro 系列第一件作品呢，就会推出来了密卡灯。那这件密卡灯呢，他们 Pro 系列到底呢有哪些不一样呢？它最主要呢就是采用的是全涂装的，而且呢它在骨架的地方呢全部都是采用金属骨架，可以看一下它的涂装上面其实都做得非常的细致，包含说啊它的一些旧化的效果都做得非常的好，还有啊它的身体的细节的地方呢都有呈现得非常的漂亮，然后还有那些涂装的效果啊，再呢就是看它的这个髋关节旧化的效果超级酷的，然后呢它还有搭配呢特效件。另外呢，这件作品呢，它还可以替换成旧化的装甲，我们可以直接替换上去。它在未来呢，也会发售大家非常期待的幻影，我超级想要的。那如果出的话呢，我一定也要买一只来玩玩看。AMK 系列呢，除了说有推出 Pro 系列呢，也会在未来即将会推出来 Mini 系列。那 Mini 系列就很像是我们平常在玩盲盒一样，尺寸上面呢，大概是会在10到12公分左右，然后是属于比较简易的组装模型。那它所做出来的造型呢，都是采用了变形金刚动画当中的造型，像是啊有天王星，有钢索，然后有密卡灯，然后后面的话呢就展示出来大黄蜂、柯博文以及呢音波。那这个呢，不知道说呢大家呢会不会期待这些作品呢？那我们紧接着往下看。那旁边呢也有展示出来已经发售的这个人马脊梁，那这只人马脊梁呢我也有入手，那之后再跟大家拍片分享。那这件作品呢一样啊，它也可以变成单独一个人形态，最酷的地方呢是呢它的马可以变换成车的形态，你们看它的车超级长的，大概有20公分左右，超级酷的，超好看的。然后后面这个呢就是它人马的形态，也超好看的。旁边呢就是金刚战士，这件作品呢虽然说它不是我这个年代，但是因为它真的太帅了，虽然说它这件作品呢它不能够分解合体，但是呢它非常的还原在动画当中啊，金刚战士它的原型超级好看，因为有些时候啊因为要为了要分解合体嘛，所以它的机型啊会改变，但是这只完全没有，超好看的。超电子 V 不知道有哪一位观众啊有看过这部动画，那这部动画呢虽然说我没有看过，但是呢它展示出来这件作品真的是超级帅的，超大一只的，你们看是不是很大一只，跟旁边的相比超大只的，超帅的，大家应该不陌生。
魔洞盒吧，我之前都有跟大家陆续介绍过魔洞盒他们推出来的组装模型。那这个地方呢也有展示出来哦，像是有展示出来潮人还有敖丙，那这两只呢在这个地方啊都是精装版本的哦。它像是啊，你看它原本白色的外装甲都变成了比较珠光色的外装甲，然后还有啊它的天线啊也变成那个金属色的涂装，还有你们看它的剑的这个蓝色也是金属色的涂装，超级好看。那旁边这只敖丙呢更好看了，你们看光是它的蓝色就有做出不同蓝色的那种金属色的涂装，还有本体啊就是有种闪闪发光的感觉。那旁边呢就是啊近期魔洞他们推出来的作品白起，那今天作品呢我也已经入手了，我看到实体啊我的手就开始痒，好想要赶快回家组装哦。大家记得等我的影片分享。非常有名的作品，超级大一只的冲云霄。这件冲云霄呢，它是由八只变形金刚所组合而成的。它的尺寸上面啊，大概是落在60到70公分左右。所以说呢，有原色版本之外啊，在现场呢也有展示出来八只的金属色版本。然后像是旁边这些啊，1、2、3、4、5、6、7。这八只呢就可以组合起来这么大一只的冲云霄。继续逛街喽，继续欣赏玩具喽，拜拜。